们可没有在躲，对吧，莉莉亚？没错，我们一直是堂堂正正的。虽说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，但是一定要在今天把这个给你。没错，如你所见，早在几个月前，我和罗萨利亚就开始为今天努力了。让我来说，自从决定做巧克力之后，我们就悄悄潜入了修伯利安厨房。那些漂亮姐姐被我们的厨师天赋吓坏了，遗憾地表示无法再教我们。其实是罗萨利亚不小心把厨房炸了，我们被赶了出来。尽管如此，我和莉莉亚依旧做出了巧克力蛋糕。舰长，快尝尝吧。舰长，你认为哪边更好吃呢？一定是带樱桃的那边，对吧？应该是蓝莓那边更好吃才对吧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，莉莉亚，我们成功了。所以说，我的操作步骤是正确的。我的才是正确的，你的蛋糕都烤黑了，涂了那么厚的果酱才勉强盖住。你的巧克力花边还是用手捏的呢，那个裱花枪已经被你一屁股坐坏了。